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时尚走来了。哇，好帅啊！好酷，好酷，超酷的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！你奶奶，我当年也穿那样的衣服，可潮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的？这不是老了吗？现在向你走来的方队是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怎么这样来了？这都是什么2008年的潮流？我的天哪！哇，这是什么风格？我想看他笑一下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整整齐齐的。这是爸爸。欧奶奶。啊，爸爸上班了，上班了，爸爸上班了。那小胡子有点性感哦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狮子走过来了。小狮子，哎，好可爱，突然开心。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但狮子的可以。哇，我好喜欢48这一套啊，看起来酷酷的，校园风的感觉。哎呦哎呦，停，陈叔稳住，乱中。好认真啊，佳琪！佳琪老师是不是在解函数方程式啊？好学生！哇！哎呀！哎呦哎呦！好学生会摔跤！你看到了什么？无字天书吗？念一句，念一句，来，随便念一句。好烦，每天早上都被自己美醒。哇！作业借你抄啊！小心，小心，不要崴脚，不要崴脚。哇，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哇，哎呀，拿着 BB 机吗？哇哇啊！哦，他好瘦哦。哇 ，Hip Hop Girl。哇哦 ，Jenny 鬼！哎哎，挂掉！呱呱呱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小宅像个娃娃，你企业家林小宅把你的淘宝模特姿势都拿出来。哇哦，现在出场的就是当红淘宝模特林小宅。姐姐包邮吗？包邮吗？包邮吧，包邮。这就是很日系的那种风格。你抱了这什么东西？鸭子。这是鹅还是鸭子？哇哦，天哪，林小宅要把他的鸡掐死了，你得薅人家脖子。拜拜，下班了。